大家都知道，郭富城的娇妻方圆是以模特身份出道的，曾以日系名媛风格崭露头角，并拍摄过大量的宣传照片，但都是精心化妆后靓丽出镜的。近日，长春国贸看了一段拍摄于几年前的教女孩如何化妆的教学视频，出镜模特正是如今的天王嫂方圆。方圆首先以素颜现身，然后一步步由化妆老师画出漂亮的形象。郭富城在去年四月迎娶内地模特方圆，同年九月女儿 Shet 出生。时光飞逝，长春的小公主已经出生满百日了。一月十六日，郭富城送上特别定制的百日饼给香港媒体以及各方好友，一同分享喜悦。饼盒里的曲奇饼都是经过特别设计，尽显郭富城与太太方圆的心思。曲奇饼印上专门为小公主设计的卡通图案，头发部分包含了郭富城夫妇的英文名字首字母 A 和 M。卡通饼干的双眼是英文字母 BB， 又以 BB 字样作为笑容，设计十分巧妙。饼干盒内附上心意卡，写了 Happy Baby Happy 100 Days， 庆祝女儿百日，充满心思。这个卡通人物眼睛大大的，跟郭富城女儿有几分相似。